你个是还得睡要几点喽？哎呀，你也耍星期天？嘿，过来吃螺蛳喽！哎呀，这个竹筒螺蛳高档得很。啊，可以。就在我屋头，我屋门口。哎，还有。我屋头没酒的喽。好，我等着你哈，我已经下锅了。好，打电话嘛，你赶紧来噻！你整那么多螺蛳，我还有。啊？明天吃干锅田螺，来嘛。家里整20多斤，20多斤，一锅炖。妹子烧糊了，香的。是啊，吃了。这是多少钱？吃要好的。有点哭啥哭啥的，你把吃了饱饱哦。我是连上户那种。哎呀，这点菜的最苦是。本来烧鸡芥末什么，水臭了，米的好吃，米好烧穿了，我的天呐！你要专心，你转上爪子去了吗你？坐家一个人坐你稳不是了，你睡不睡过去嘛？这酒还在味道。我不是那瓶酒来嘛吧，今天你说别人说我瞎一枪给你。我今日喊你敬酒来，不是我做田螺春菜，本身就是下酒菜，不是春菜吧行吗？